迎各地的媒体到来，同时也欢迎在网络前的朋友一起来支持我们的老朋友李玟 Coco。大家好，好久不见了！所有台下的媒体的大哥大姐们，非常感谢你们今天来到我的记者会。其实心情呢是非常激动，我真的很兴奋，因为呢这张专辑花了很长的时间，也是我加入了这个。就是我觉得是全球最好的唱片公司，跟最顶尖的工作人员、新的剧组一起合作，心情真的是特别快乐。所以今天是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喜事吧？是，没错，恭喜你啊！谢谢。而且我们马上今天发片就有三喜临门，很厉害耶！三喜临门，对呀，真的吗？是的，恭喜你怀孕了。那就啊，没有了，没有，就是喂，你不要这个谁，不好看，不好看。不是，我是刚刚看到你的身形，想说你真是厉害，这么多年来啊，因为你常常要跳很多舞曲，哎，这样不错，哎 ，OK， 跟你比差多，你为什么还是可以保持你的 S 型的曲线呢？哦，哎呦，其实女生们，因为真的很多女生常问我，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运动，可以就是让屁股翘一些， yeah. 有， oh. 你知道吗？跑步真的是非常有效，跑步。第二呢，我很喜欢做那个 stairmaster， 就是有一个好像、oh. 踏板的那个，对，好像楼梯的那个 stairmaster，、okay. uh-huh.那个也是对臀部很有效。是。第三呢，就是跳 Coco 那个舞蹈，就是对臀部非常有效的。没错啊，全新的舞蹈。加油加油 ！OK， 每个人都可以像 Coco 一样，永远保持 S 型的曲线。来，再展示一下，刚刚站得太直了，侧面让我们看一下您这个摇腰的身段。哎呦，稍稍慢了一点，四年才出一张，但是这个等待绝对是值得的。包括他自己也都做了最佳的调整。让我非常的感动。从我们收歌的时候，我非常欣赏Universal 的这 A&R team。是。那刚好有一位呢，就是他叫小华，他呢就是小时候就要说小时候。就是你的。没有，因为他现在年纪比较小。是。所以呢，他说他在收歌的时候，他在想着他最喜欢 Coco 的什么，然后再加上现在年轻人很想听到 Coco 的什么，是这样来帮我收歌，所以我这一次收歌的过程很顺利、okay. 都非常非常棒的歌曲。还有呢，就是其实每一位真的是我觉得每一个工作人员都对我特别好的，还有就是 Maggie 姐啊，玉琴姐啊，还有Jean 啊，就是我香港的 manager 啊，还有就是当然就是我的老板 Sunny 啊，就是。我觉得每一位，我可能是漏了很多的名字，可是我真的是从我心里面感谢他们，因为我刚刚加入了这个公司，可是我完全感受到他们非常疼爱我，很支持我。那其实有一段时间我都会担心，现在大家会不会忘了我，会不会不在乎？可是我觉得我受到大家的那种疼爱的感觉，我非常非常感动，所以我也会为公司努力加油，拼了拼了！耶、yeah, ，你看这就是 Coco 多么的可爱，哎，掌声鼓励一下！真的没看过这么善解人意的天后，你太棒了啊！你刚刚讲了四五个名字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有时候真的不要讲，因为你真的漏掉蛮多的啊。因为刚加入，有些人还不记得。如果忘了，真的对不起，我真的心里面我都知道。是，其实你看 Coco 连这个最基层的帮他收工收割的这个新一代的这个工作人员，他都特别感谢了一下，因为确实当年他们可能听你的歌得到很多养分，现在来为你服务，对不对？创造更多的经典，就从环球音乐开始。现在我们就来欢迎环球音乐的大家长，也是我们大中华区的总裁暨执行长 Sunny 曾淑辉先生上台为我们进行签约仪式。好，来 Coco， 你看到我们的合约吗？我们这里有钻石的感觉，哇哦！环球的总裁、执行长 Sunny 哥今天也特别出席，好，希望大家共谱盛开的美丽乐章。好，两位请合影，跟着我们的钻石合约。那为什么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第二喜呢？跟大家报告一下，也跟 Coco 报告一下 ，Coco 你知道吗？今天5月30要你的专辑上架，对不对？是的。现在上架有两种意义，一种是唱片实体通路，一种是在 iTunes。我们在这里郑重的恭喜李玟，今日5月31号 iTunes 冠军专辑就是李玟盛开，恭喜你！今天刚出炉的啊，千真万确的数字，恭喜！好高兴，很开心，看得出来你真的很想。